演播室里的老师主持人们大家晚上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多特蒙德主场伊杜纳信号公园球场的门口，我的身后是球迷商店。为什么我站在这里呢？是因为现在现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而德国的气温又是非常的冷，所以我就不得已在这里避雨。今天晚上的比赛是多特主场迎战拜仁慕尼黑，也是一场德国国家德比。现在两队的分差只有一分之差，所以如果今天晚上多特可以取胜的话，那么多特将获得德甲榜首的位置。其实我今天到德国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感受所谓的欧洲第一魔鬼之称的多特主场的魔力，但是非常可惜，不幸遇上了就是德国疫情的爆发。现在多特主场的人数限制从最开始的6万7降到了2万5，再从2万5就降到了1万5，但即使只有15000名球迷可以到场，我相信今天晚上多特的比赛也一定会威力四射。今天晚上说实话我当然希望是多特蒙德赢，但是我们毕竟好几年都没有赢过球了，所以我预测应该是1-1吧，哈兰德莱万各进一个球。 I think it's a very small play game, but we win. We win today and we win the championship. Yeah, I think we get a heavy loss.6 goals to Bayern, I think. Really? Yeah. Unfortunately, I hope BVB will win this game, but I don't think so. Okay. Yes, Bochum will play, and I think it's 3-2. And the last goal will be made from Haaland. 我大胆点吧，三不行吗？我们三。最近防线还一直比较拉胯，自带负一球属性，然后拜仁进攻火力也很强，但哈兰德复出的话，我觉得在进攻线上会有很大帮助，所以我猜的话多特1-1或者2-1拜仁吧。反正和桑乔当时情况也差不多，留长期是有点困难的，但我们会尽力的。老马已经发话肯定会尽全力留下他，所以希望他能多留一赛季。Yeah, I think he will go. We are out of Champions League, and yeah, also money is a big point. Yeah, I think that he will leave us in summer. Yeah.这里有一位就是切尔西多特双料球迷，然后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对于刚刚切尔西输给西汉姆联你怎么看？我怎么看的话，就是首先詹姆斯在最后领了一张黄牌，让我 FPL 惨遭零分，这比较悲痛。第二的话就是其实感觉打西汉姆的话，我就觉得本来就比较悬嘛，因为切尔西状态不太好。第二的话就是我希望今天多特的比赛不要再输了，一天连遭两场失利，我有点顶不住。你对就是近期有新闻说切尔西想用维尔纳换莱万，或者维尔纳加钱换哈兰德，你怎么看？搞快点，搞快点！哇，多特好像有不同的美食耶！我现在饿死了，我等会儿要大快朵颐。还有卖糖果的。卖啤酒的是球迷商店，有一些奇怪的食物。现场在下很大的雨呢。必须得跟大家说一声，因为版权的限制，所以在比赛中我是不能拍球场的画面的。因为等会比赛开始后不能拍太多场上的球员，所以我就多给大家拍一点就是热身的球员当做补偿吧。
太冷了，太冷了，太可怕了，这不是能常人能忍受的地方啊。哇，太冷了，太冷了，我不知道当地球迷是怎么做到，就是喝着冰冷的啤酒在寒风里看球的，太可怕了。茨卡的这个挑眉，爱了爱了。就扳平了，比分1-1，莱万还是强，还是强。反击！哈兰德的单刀擦着立柱而过去了，太可惜了。哇！远胜，小孩天赋满满，我现在已经对他圈粉了。这个半场，哇，这个半场看下来，我的感受就是多特真的是纸糊后防啊，不过他们的进攻也很犀利就是了。拜仁踢的还是很稳的，我还是这样看来的话，半场过去我还是比较看好拜仁能够拿下胜利的比分，而且我觉得下半场一定还会有新的进球发生。哇，我要去弄点吃的，我受不了了。太冷了，太冷了。
吧。耶！情况都非常的揪心。大家都在回头看回放。3-2，这一球是莱万点球打进。还是骂人的话记得最清楚。Go, go, go！中场拿到球了。我进球！你进球进球！这有个拜仁球迷。Hey!
Come to Liverpool, please! Das ist doch von Ihnen unfair mir gegenüber. Wenn ich möchte, fliegen Sie sofort raus. Ich bin noch bedankt, ich lasse Sie doch hier stehen bleiben. Ist alles gut. Warum diskutiert ihr da nicht? Normalerweise müssen Sie sofort raus. Ich muss die Maske aufsetzen. 好啦，现在比赛结束啦，我也要离开球场啦。拜仁在客场以3-2的比分战胜了多特，拿下了德国国家德比。下一场拜仁要踢的比赛就是欧冠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打巴萨，我也会去看。然后，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是一场全新的体验，我从来没有现场看过德甲，第一次看。虽然就是非常遗憾，多特主场不是满场，但是我依然感受到了这里的魅力。我的耳朵都要被嘘声给吵炸了。然后呢，德国国家德比也是跟我想象中一样的精彩，非常的火爆，戏剧性十足。开场的时候多特的闪电进球，然后莱万的闪电扳平。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哎呀，主教练都被罚上了看台，一切都非常的有意思。我知道很多球迷会觉得说，英超是世界上第一联赛，然后就会觉得可能别的联赛的激烈程度不如英超。但事实上，我今天看完了德甲，我的观感完全不是这样的。这场比赛太好看，太刺激了，节奏非常的快。当然你可以把这归结于就是，双方的就是都有失误导致了就是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依然非常非常非常开心和满意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